今年生日，我的第三个愿望就是想见你。你醒了？想念带他穿越时空，我回到1998年，变成了一个叫陈韵如的女孩。魔幻般的相遇，你明明就不是她，可是为什么跟她一模一样？想念让他们不断分离。如果我可以回到过去改变这一切的话，那她就不会死了。一生等待的人，在另一个时空